姐妹们，咱们又来洗泥啦！喜欢看洗泥的宝贝们，请举手。哎，咱们就是说啊，有时候博主啊是真难当。我发洗泥视频的时候，就有人叫我跟别的。哎，但是我不发的时候呢，你们又怪想念的。啊，还能怎么办呢？只能宠着你们了。昨天呢，有粉丝宝贝投稿，他说他宿舍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人，这个人呢刚好又是班长，就是比较会拉拢人心嘛。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人，他就会对你非常好，所以班上大部分人都很喜欢他。但是这个粉丝他也是一个班委，经常做很多事情都会被这个班长抢功劳，不管他提什么建议都会被这个班长给否决掉，就是平常还经常用那种开玩笑的语气来讽刺他。整个宿舍只有这个粉丝讨厌他，其他舍友呢就觉得莫名其妙的，人家不过是开玩笑，有啥好生气的。